你好，请问您有预定吗？是的，王先生预定。啊，请这边请。他们两位已经到了。两位。啊，行啊，这位呢是方婷，我同事。方婷，这是蒋新瑶，我是他老婆，你好。啊，嫂子你好呀，这结巴还传染呢。别臭屁，坐坐。来坐。叫我吃饭，就是给我介绍嫂子啊。啊，不是，我是给你嫂子介绍介绍你。是啊，我们家大明老提你，说你挺照顾他的，谢谢你啊，请你吃顿饭。其实是大明哥，他经常照顾我的。是吗？我们家大明一直都特热心，对谁都无微不至的。服务员，点菜。你点什么菜啊？啊？让客人点。来，老婷。哎，不用客气的，嫂子。我和大明哥都很随便的。那个，方婷是我师妹，我还是你同班呢，那是不是应该让师妹点呀？来，师妹你点。对，师妹点。哎，客人先点。那好，我来点。请进。于经理，哎，雅彤，今天怎么有时间到我们广告部来了？我主要就是问问，咱公司周年庆的摄影师找好了吗？正在找，还没定呢。哦，哎，我有一朋友，技术特别好，理念也特前卫。我跟郑总提过，他说让我跟您推荐推荐。哦，那这样，雅彤，你啊，让他带着他的作品过来就行。真的？啊？那今儿下午可以吗？下午可以，回头我请您吃饭。好，谢谢您哈。没关系，那我先忙去了。啊，你去吧。嗯。这个赵雅彤，手都伸到广告部来了。多吃点，都自己人，随便啊。嗯。老公吃虾。自己家，师哥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慢点，慢点。我自从进公司以来呢，你就特别的照顾我，对我就像家人一样。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好好谢谢你呢。那我还客气什么呀？咱俩谁跟谁啊？来，应该的啊，我干了。哎，啊，师哥，嗯，那个分公司他回消息了。什么情况？你自己看吧。嫂子，来，我也敬你一杯，谢谢你请我吃这么多的好吃的。应该的。不付定金就发货，货到付款。什么道理啊？这是啊？可能是上次被咱们俩一唱一和给说的，现在他可能有点后悔了吧？后悔也不行，咱不能破了咱的规矩，是不是？如果让别的公司知道了，都要求这样做，那咱怎么办？你跟他说，别的公司都可以付50%定金，咱们让他付30%，算是很低了，这是咱们做最大的让步。黄明轩啊，你那胃就是这么恶坏的吧？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饭，你还吃不吃了？是，工作也不能耽误，是吧？哎，旭哥，嗯，你看我这样说可以吗？这口气有点生硬，小姑娘的口吻，再磨磨。嗯，好，这样，加个表情符号，加个小脸。好。啊？给你们公司拍周年庆刊？我都跟人说好了，你行不行啊？啊，行，可以。
那就别废话了，赚钱的事你还嫌东嫌西的。再说我们泰国可是有30年辉煌的大公司，每年都要发钱看的。哎，而且我还打听到，请的摄影师拍摄费用大概8-9万呢。你看看，这不是很快就能达到我妈给你提出的标准了吗？我就知道，你就是为了这个。你别说那些没用的，到底行不行啊？行，你也是为了我好啊，是吧？就是，别磨磨唧唧的啊，赶紧的。什么赶紧啊？我也得收拾收拾再出门吧。啊，对对对，收拾，一定得好好收拾啊。我们公司是外企，特别注意形象，你捯饬的利索点，干净点，别跟小孩似的。利索点？自己想去，快点过来哈。等你。凤婷，师哥，是不是因为我给你发那个短信给你添麻烦了？哎，这不凑巧让你嫂子看见了吗？有点误会，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都怪我，你说呢？让我到了家给你发一个短信，其实你也就是客气一下。结果我当真了，给你造成了这么大的误会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对了，帮我替嫂子也说一声对不起啊。你别老总跟我说对不起，弄得我都不好意思，我以后怎么面对你啊？其实也没什么的，嗯，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吃个饭，为了解除一下误会，没关系的。不是不是，方婷，你听我说，我叫你过来吃饭，我不是非要澄清误会，你误会了。好了好了，咱们两个呀，都别解释了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嗯，刚好呢，可以认识一下嫂子。其实你嫂子也不是那个不讲理的人，就是最近嘛，我们吵架有点误会，心情不太好。其实你这样处处替嫂子说话，我挺羡慕的。我呢，以后要找男朋友的话，一定也要找师哥这样的，处处替媳妇说话的好男人。找可别找我这样的，其实你一定能找到一个爱你的、疼你的人，真的。哦，这个衣服还是得还给你，谢谢啊。我呢，以后啊还得替嫂子好好的看着你，以免呢你又把这个衣服给别的女孩子穿。凤娘，真的不好意思啊。他们家饭店的菜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怎么都出来上厕所呀？那你出来干嘛呀？我担心我自己老公怎么办。我去一趟洗手间。担心我什么呀？我能掉厕所里啊？就怕你掉厕所里。文先生，您以前都拍过什么呀？您不正在看着吗？哦，我各方面都拍过一些。那你最擅长的是拍什么呀？人物吧，其实也没什么擅长不擅长的，主要是看拍的时候的感觉。哦，那你的意思就是说都擅长了？既然都擅长，那怎么到现在连个代表作都没有啊？我知道了，是一直没找着感觉是吧？您这话什么意思呀？于经理，我们之前呢都是和大摄影师合作，这回要不是赵亚彤推荐你，我连你人都不会见。您懂什么叫大师吗？您知道梵高的作品在多少年之后才被得到认可吗？请你不要大师长大师短的。听你这话的意思，你这是在自比梵高啊。于经理，咱还是说说咱们公司想怎么拍吧。再说这艺术呀，不是随便都能谈的，您说呢？其实我们公司也没有什么别的要求，我们的庆刊要在今年以内发行。原来是拍庆刊呀，我还以为要什么世界名作。不就是找一些模特穿戴上你们的产品，摆摆 pose， 拍点照片吗？说得好听点，就是宣传册。好吧，那你先谈谈对我们公司的了解。不用了解，
我了解怎么拍照就行了。你连我们公司的文化背景都不知道，你拍什么呀？我只要了解艺术就行了，至于怎么跟你们的产品结合是我的事儿，您就不用费心了。哦，你少说两句吧，行不行？我说的没错啊，您要是信任我就让我拍去，您要是不信任我，对我没拍出来片子指手画脚挑毛病，拍和不拍就没什么意思了。哎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文浩，亚彤，这可是你带来的人，我才答应见一下。这什么呀？这是整个一魂不吝，目中无人。多少大摄影师也没他这么狂吧？是是是是是，他人吧，他比较情绪化。对不起啊，于经理。他到底干不干啊？干呀，他当然想干了。艺术家嘛，脾气都比较怪。我先去找他，您等着。艺术家，文浩，文浩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干嘛跟于经理这么说话呀？你知不知道我给你找这活多不容易啊？你希望我跟他怎么说话呀？我从一进门他就没正眼看过我。哦，什么叫一直没感觉？什么叫没有代表作呀？他说的是人话吗？你还希望我怎么跟他说话？我不揍他算不错了，给你面子。你能小点声吗？如今这社会就是这样的，你不可能凭着你自己的喜好去挑工作啊。于经理说话是不太中听，但是你也得有自知之明啊。我们要想从人家手里拿到这份工作，有时候就得学会装孙子。我的目的是把这活接的，对不对？其他的你管他呢。你平时怎么做人是你的事儿，我不管你。但是我文浩从生下来就没给谁装过孙子，我要是看得上的人，他就算不给我钱，我也把他活干得好好的。我文浩要是看不上的人，他给再多钱我都不伺候。对对对，你说的都对。但是我就想问你一句哈，你还想不想实现你自己的理想了？这地球呢，不是围绕着你一个人转的，也没有人有义务成天的去哄着你。你不是要实现你的理想吗？如果说这次你能给太古拍上年度庆刊，这不仅是为了我们的生活和婚礼，主要是为了实现你自己的理想。我的理想是开自己的工作室。对呀，那你说如果这次你拍了，我们也赚到钱了，名声也传出去了，那开工作室还是梦想吗？你就再退一万步，你为了我，行吗？行啊，为了你，为了生存，我就给孙子装孙子吧。你这个披肩真好看啊，这是不是美国最时髦就这种颜色的呀？哎呦，表舅妈，还是她的眼光。你唐人街买的啊？你叫我。哎，小凡，快来快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你表哥，这是你表嫂。你好，表哥好，表嫂好。嗯，坐吧坐吧。嗯，小凡是这样，表哥表嫂啊，平时在美国是做研究工作的，他们特别忙。你们这次婚礼他想来的，但是实在是没赶上。小凡，我跟你表嫂实在是订不着机票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，这个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你看着随便买点吧。这个拿上吧。表哥表嫂的一点心意收下吧。那我收下了，谢谢表哥，谢谢表嫂。别客气啊。哎，表舅妈，这下欣欣一结婚，你这心里可就踏实了。是是是，听我婆婆说呀，你马上就要抱孙子了是吧？是的是的。这次挺仓促的，婚礼还顺利吗？哎呀，太顺利了。哎，小凡，一会儿咱们去把那个婚礼的录像给表哥表嫂看一看。好。你知道，婚礼虽然是仓促，但你表舅在北京那可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来的朋友特别多，特别多人来捧场，结果都装不下了，是吧？表舅妈，那你们可没少收份子钱吧？我们也没时间算，我估计，怎么也得50万上下吧。不得了，我们本来是想着他们到美国度蜜月，我们在美国接待他们。我们本来也是有这个计划的，但是我们家小。所以呢，就打算等生完孩子再去。哎，到时候啊，你们俩可得给我好好接待啊。那没问题，那没问题。哎，表舅妈，等孩子生下来再办个满月酒，你这两次的份子钱就能买一套房子了。不够不够，
哎呀，北京现在房价太高了。北京房价高到美国买，美国房子便宜。是吗？嗯。我们就上美国买啊，小凡，上美国买房子去啊。我们讲一笑，特逗。看你自己一个人出来吃饭呢，人出来了你还不高兴。你说什么？没有，我说，不如咱俩逛街去，我带你去买点衣服。行。干嘛？不是，干什么呀？你怎么？干什么呀？不是要逛街吗？那逛街也不用扔我衣服呀。再买新的呀。买新的多浪费钱啊！你不就喜新厌旧吗？我就喜欢旧的，我就要这件。我不喜欢你再穿这件了，咱们照着店再买。行，咱买新的，也不逛街了，行吗？行啊。不是你看，嗨，哎，嗨，走啊！哎，林欣，咱们结婚的时候不是有50万的份子钱吗？嗯，有。那你怎么没跟我说呀？你也没问呢。你这钱打算怎么花呀？存起来过日子吧。不如你把这钱给我，我存起来。行，问我妈要去。在妈那儿呢。嗯。为什么？还能为什么呀？不就是因为你老公为人太大方吗？一出去我就刷刷刷刷刷刷。我爸说了，在我这儿只有信用卡，没有存款。怎么了？也不用钱？谁说的？你看你花钱那么没节制，我必须要做好咱们家的理财工作，这样才能钱生钱再生钱，对吧？嗯。不过你说在妈那儿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得嘞，又给我安一妈。讨厌。于经理，嗯，您再考虑考虑吧。其实我这朋友他真的是技术挺好的。哎，其实亚彤啊，这东西都是次要的，就他那人品，他那性格，说实话，我是真看不上。我已经说他了，他保证下次绝对注意。啊，还有个事儿，咱们公司要缩减预算，我们本来也打算请新人的。压缩预算那是多少啊？可能只有7万。7万没问题啊，我这个朋友吧，他其实不太在乎钱，他只是需要一个机会。啊，那既然这么说的话，那就好说。不过，我那份儿。哎呀，于经理您太逗了，您放心吧，少不了您那份儿。不过亚彤啊，哎，这个文浩和你是什么朋友啊？你这么帮他，其实我们也谈不上什么朋友啊。啊，不是，甭管什么朋友，他也得有这能耐，我才能帮得上这个忙。你说是不是？对。谢谢您哈，于经理。好，谢谢。哎呦，这次真是累死我了。为了给他揽这活，我搭了多少面子，费了多少口水，不过终于给磕下来了。你这么为文浩，累不累啊？我不累啊，为我老公我累什么呀？开心还来不及呢。彤姐，其实我一直都想问你，到底看上文浩哪点了呀？感觉，就是感觉挺合适的。嗯，他人善良，有才华。不势利，绝对是一潜力股。太说了，这年头哪个男的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活呀？不都是天天的都是钱的吗？像他这样的呀，真不多。人好固然好啊，你看我们家离心，哎呀，也没作奸犯科。可你又能说他好吗？这年头啊，
婚姻其实就是另一回事儿了。我深有体会啊。哎，这离心还是整天不着家呀？我都习惯了，一个人挺好，清静。小兰，我有点后悔了，我后悔我当初就不应该撺掇让你嫁给立新。没什么的，我现在吃得好，穿得好，除了老公经常看不见，其他一切都好。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，你爱我吗？我问你爱不爱我？哎，特别爱，爱死了，爱死了。那你证明给我看。明天，明天证明给你。不行，就得今天证明。哎，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你证明完了就能睡了。我怎么证明啊？你让不让人睡觉了？证明完了你就可以。不是，我怎么证明给你看啊？困死了。你凶什么呀？这是，哎呦，大明，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，我这病看完了，身体没什么毛病，我该回家了。你要回去啊？不多住几天？哎，不住了，给你添麻烦了啊。你赶紧说呀。我去送妈啊，送完了我去找工作。哎，啊？找工作？对啊，你不是喜欢看穿职业装的吗？说什么呢？那什么妈？今儿我请个假，我送妈过来。不用不用，没事，你忙你的。哎呀，心要送我就行了。哎呀，你快去上班了。你走吧，别跟着捣乱了你。你不就喜欢去公司上班吗？赶快去吧，早饭在厨房啊。哎，我送送你们，慢点啊，慢点。妈，到家给我打个电话啊。哎，路上慢点。忙着呢，昨儿没让我去吧？啊，对了，孙总那边他来消息了，说同意我们的条件，下午就可以签约了。真的？太好了。不是你昨天没不高兴吗？哦，那个关总说了，你来了，进他办公室一趟，他找你。不能只谈公事吧？那还谈什么呀？朋友都做不了了。朋友是下班以后做的呀。看，真是晚上有时间吗？我请你吃饭。几个人？就咱俩呀。那下班以后再说吧。哎，着急，没有人想看你手机。不是，他们呀，老给我发那些荤段子，我怕你看着不好。不行，解释啊！我又没问你什么。我知道老婆最好啦，对不对？李欣，嗯，我下午想去逛街。好啊，逛街好，去吧。可是我下午可能有点事儿。我根本就没想让你陪我。
老婆，你真是越来越好了。不过呢，这逛街呢，他得买东西啊。对，当然。这张卡，最高限额20万，随便刷。李信，你说，当初你追我的时候，我想见着你就能见到，可现在结了婚，你怎么忙得连个人影都看不见呀？那我以前不是没现在这么忙吗？老婆，老公现在要出去忙事业，你要理解我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在精神上和金钱上绝对支持你。好吧，那你快去吧。嗯，来，努力赚钱。哎。江小凡，你说你嫁的到底是男人还是金钱啊？金钱。招啊，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来看看我好哥们儿工作和战斗的地方。不对呀、啊，我都在这工作多长时间了，没见你嘘寒问暖过。你这醉翁之意不在酒吧？要不怎么说你是我知己呢？我请你吃饭。你请我吃饭？就咱俩？顺道再喊上方婷。你是顺道喊上我吧？没有没有，顺道喊上他。我半夜12点才下班呢，你等啊！啊，等，我一定等。我去哪儿等？哪儿不碍事在哪儿等。那我去楼下等你们。啊，行，你安心工作啊，一定喊上他。恶心。天气凉了，要多喝点热汤暖暖胃。谢谢。我这也没汤了，自己盛。我说你小子别见利忘义啊！别忘了方婷是我给你约出来的。行行行行行，我给你盛。哎，我说咱们就三个人，点了这么多菜，还有一堆没上呢，吃不了多浪费啊！吃不了打包，拿回家吃。你还吃剩菜啊？吃啊！我小时候最喜欢吃隔夜的饭了，尤其是炒饭。哼，再加点酱油更好吃。特别香，这可是高级餐厅，没有酱油炒饭。没有，我可以出去买呀。你吃不吃，方婷？哎，我不吃，我不吃。真不吃？我就随口说说。我吃。你吃啊？啊，你吃自己买去。来，一会儿还有菜啊，先喝点汤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个，哎呦，你怎么给拿过来？这个，都是给妈买的。那个保暖内衣是给我爸的。这个。瞧人这包装啊，金碧辉煌的。哎呦，这好，这东西买的实在，加着绒的吧，这你爸穿上就肯定不喊腰疼了。啊，这化妆品是你的？嘿呦，这么大的盒包这么点小瓶，这不要盒钱吗？这个，我跟你说，我妈不是吹牛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我这脸，我从来我就不需要抹这东西，我们小时候就抹那大嘎喱油。这没买好，这挺贵的吧？你不是一直都要沾光吗？以前总说我要靠家里养，对我这儿不满意那儿不满意，现在你总算对我满意一点了吧？合着满意一点儿？那这太满意了，那妈的闺女能白养吗？但是这东西没买好，这下回不要买这种东西，你就直接把这钱给我。来，你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，是不是就为了钱啊？怎么了你？以前你总说呀，这吃的好穿的好，那就是幸福。现在我也算想明白了，爱情跟金钱固然重要，如果能两者兼得，那就更好了。但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也只能图一样了。这今天这说话是一套一套的，发表着爱情言论呢，带着刺儿夹着棒的，怎么了你这是？谁招你了啊？在外边谁受了气？
离心是不是给你气受了，欺负你了？要离心真的欺负我，你会为我出头吗？他要欺负你，我，你是不是会责怪我不会做人家媳妇啊？哎，小凡，你，我妈，你说我们俩的婚姻真的就好吗？我们俩婚，你说话呀！不，这结婚他是这样，他这个这。年轻人他都有这么一个，他就是婚姻，他都有这么一个适应过程，他都有一个磨合期，是不是？他这个这婚姻怎么不好了？是不是你们俩在一块儿，你说你们少奋斗多少年吧？这双方父母亲都疼你们爱你们，是不是？我跟你爸结婚那会儿，有什么车？想都别想，公公其实能找着站就不错，是不是？我们那会儿吃饭，我们都每个月都数着粮票呢。你跟你说要给我爸开一个出租汽车公司吗？是啊。需要多少钱啊？这需要多少钱？我还得问你。哎，需要多少钱啊？哎，我送你们。行啊，你把车送我吧。不是，你这车就这俩座，你送谁啊？我当然是。啊？算了算了，你开车走吧，我们两个打个车就回公司了。那行。下次我一定请你吃酱油炒饭啊！好嘞，回见。慢点开。慢点。拜。那咱们来打车。走。一辆车也没有。他要真请你吃酱油炒饭，你真去啊？嗨，人家不是你好哥们儿吗？是我好哥们儿，但我告诉你啊，跟他那个保持一定距离。怎么了？是我下属，我是为你好，你听我的没错。你怕我成为他的猎物啊？哎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这哥们呢追女孩特别有一手，不信你可以试试。他也没什么坏心眼儿，就是，哎呀，看来你呀、啊、还不是很了解我。我呢是肯定不喜欢花花公子的，但是吧，我也不能太刻意去排斥人家呀。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跟每一个人去好好的相处。身在职场的女性，连一个色狼都对付不了，那我还怎么会啊？我哥们可不是色狼啊！来，咱不说好了吗？这主服是一定要穿在三号模特身上，你怎么能擅自做主给了四号模特了呢？还有，你拍三号模特为什么不拍全景，只拍腕表啊？你们今年设计的主款。的确很雅致，但你不觉得三号模特从形象到气质都特别特别的艳俗吗？我觉得跟产品根本就不符合，反而我觉得四号模特气质和形象跟产品很搭调，所以我才会用它。至于那款腕表的小样，我觉得只有这么拍才能突出产品。首先吸引观众眼球的是模特，观众喜欢看美女，你只有让他看到了美女很美，其次才会把注意力转移到穿戴上嘛。那干脆让模特什么都别穿了，一个裸体模特加一块腕表，那不更吸引眼球吗？你这不搬杠吗？还有，我记得我好像私下提醒过你，这个三号模特是咱们郑总的那个小蜜，我知道。你既然知道，你为什么还擅自做主把主服饰给四号模特？你这样的作品交上去，郑总会很不高兴的。我管他高不高兴，我要对我的作品负责。我们是资方，你要先对我们负责。可这是我的作品，没有郑总的投资，哪来的你的作品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这话的意思就是主服饰必须穿在三号模特身上，没得商量。必须？必须。那我要非说不行呢？我们是资方，你要非这样的话，你将会被撤换。那随你们便吧。文浩，时间不多了，抓紧时间修改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这么不识时务的，可笑！恭喜指导，恭喜恭喜！干杯干杯！谢谢。今天我们销售部啊是双喜临门，除了徐亮升为副总监，还有王明轩。我因为业绩突出破格升为销售经理，我们大家向他们表示祝贺。
恭喜你，谢谢关总，谢谢徐总，谢谢大明，哎，恭喜王经理，别这么叫，别这么叫。说，王经理好。你来的正好。怎么，找我有事啊？我已经跟徐总申请了，申请你做我的销售经理助理。啊？怎么了这是？啊，没事。看你们这么不小心啊！等等。啊。拿凉水敷一下。啊。没事儿。真没事啊？嗯。谢谢师哥。扶着啊。哎。徐哥，嗯，你真的推荐我当你的助理啦？你以为我骗你呢？可是我才进公司没有几天啊。我也比你早不了多少，工作呢就是这样，只要你肯努力，就有晋升的机会，你也一样。那方便吗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我就跟你搭档默契，跟别人 ，no。哎，销售经理助理。谢谢师哥。回来了。怎么了？唉声叹气的啊？又没找着工作。老爸，我跟你说啊，工作这事儿呢，急不来。找不到咱今后再找，他们不选你是他们没有眼光，没看到我老婆的才华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的这些西装啊什么的，放在家里都快长毛生锈了。啊，别着急，这个家不还有我呢吗？要是我明天去上班的话，就给我买两件新的吧。我找到工作了。必须的，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？我呢，就是不想找。如果想找的话，出手击中。小丁，老爸，嗯，我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让我猜猜啊，嗯，我们家的王臭美加薪了。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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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光加薪还是不够的，升职了。我说老公，你是小先知吧？嗯、啊，哎，我跟你说、嗯，我们公司徐总提升副总监，推荐我接他班，我现在是全中联升的最快的销售经理。嗯，我老公是最最最最最最棒的男人。嗯，好吧。嗯，说啊，咱家现在双喜临门，是不是今天晚上去我妈那吃饭？换衣服去。找着工作就好，找着工作就好啊！对，啊、那个两个人一块挣钱，把小日子过好，这才叫生活嘛！是啊，心啊，你现在有工作了，不管挣多挣少，总是给大明啊减轻了负担。嗯，哎，心啊，你看大明工作才半年就连升两级，你呀要好好珍惜工作，好好努力啊！人家明白。嗯，我知道了妈，我跟你爸呢。我们俩现在身体啊也都挺好的，精力也都挺好的，我们呢都不需要你们的钱，你们好好工作，把钱呢攒起来，将来要是有了孩子，那花销可就大了去了啊。孩子？嗯，我们还没打算要孩子呢，我们知道要孩子花销大，所以呢先挣几年钱，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再说嘛。哦，那也不能是一点都不急。哎，你看人家离心，你不能跟离心比，那是个特例，好不好？嗨，其实你妈的意思是说呀，就趁着你们现在还年轻，赶紧要个孩子。
也趁着我们还有精力，能帮你们带带孩子，是这意思。对对对，啊，这将来啊，你们俩要照顾四个老人，这个负担呢、啊、挺重的。就三个，你看你们俩，夕阳他妈，他爸那……哦，好好，是三个老人，那也挺累的。将来有孩子，那就更累了。啊，趁着我现在啊有精力有体力。要是你们有了孩子，妈妈可以帮你们带。啊，行了行了，我们自有安排，您去做饭吧。嗯，啊，那就好。那对对对，那我们去做饭去了。啊，好，走吧，哎，去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嫂子，高兴啊？怎么了？想当爷爷了？你这孩子，先拿钱，我们就给你生一个。我们给你看就不错了，你还想？小白领，今儿第一天上班，是不是有点小紧张啊？嗯，那王经理嘞，第一天当领导还习惯吗？努力，奋斗，与君共勉。嗯，老公，嗯，为了庆祝我第一天上班，我们晚上出去吃吧。必须的。那下班了，我去找你。好了，一起出发，一起出发，出去晚了谁写的？讨厌。